大家好，喜欢我的视频请先点个赞，如果没订阅的话你就订阅一下，谢谢你哦。大家知道这家手拉面在哪里吗？我们今天两个人吃了一碗牛腩手拉面，非常好吃哟。这家呢在阿姆赫斯特开了有十多年了，十多年的历史，它的名字叫老北方。我们今天叫的牛腩手拉面10.75元免税免小费哦。牛腩面多大碗？什么牛腩哦？还有紫苏香菜上海菜，不错啊。嗯，10.75元吃得真爽啊，隔壁。什么？我说隔壁吃得真爽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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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嗰個樣食嗰個咁嘅，呢啲味唔起。嗯，很好吃哦。牛腩面啊、哦，嗯，吃点辣椒。嗯，你要吗？不，我们不要。等一下，你先吃。好吃吗？对。嗯。辣椒好吃啊。嗯。嗯，好吃啊。要放这里吗？这样才好吃。嗯，可以啊。太美味了。顺便叫叔叔叔啊。嗯。好味道。嗯，这面呢就有筋道了，嗯，好有嚼口啊，太爽了，这个辣椒更好吃，辣椒好吃啊，嗯，辣椒油，你看。嗯，好大碗啊！你看，我们叫两个就太多了。叫一个就刚刚好。啊？吃完牛腩拉面，然后过来吃这家。什么？很别扭啊！胖猫锅盖，以前吃过的，很好吃的。很快就到来美食城了。8090，台湾小吃，也是我们的最爱。神仙面呢、啊？今天也不神仙了，等了15分钟还没好啊！20号黑胡椒锅会好了，忘记了，等了20分钟啊！看样子挺好吃的样子哦，不要动。哇，正啊！好吃的，热好吃的，冷的话就不知道。嗯，很香的，又脆又香。那它里面是什么？
牛肉啊。这叫胖猫锅盖，很好吃的，它有很多种口味，有鸡，有红豆，有猪肉，加这个味好吃哦。还有一个梅干菜，这也太好吃了啊！7块钱。一大片呢。送茶。哎呀，边街啊？被人打劫啊！落去攞支枪啊！唔知系咪攞支枪啊？怼住嘅。这里也有一家黄爷鸡，这家是第一家的云吞妹。老店。哇，这个也是卖茶的，啊？漆黑啊，漆黑，也是在大陆是名牌的，应该是吧？然后呢，过来，新世界美食城吃午餐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，他在上班了，今天还是吃这家什么莫桥米线，那天吃呢，那一款不好吃，这一款不知道怎么样了。这款是9.99的，这款没吃过，是这款，不知道它有什么呀？他们家还挺忙的，你看要等1、2、3、4、5，四个 order 才到我。要鱼肉，宫保鸡丁啊，在的隔壁是客来情，这位是老板啊，又装修电梯，哦天啊，这边也有啊，戏子全家福，他这家卖12块，如果戏子全家福15块钱，比较贵，可能料比较多吧，今天外面下雨，所以美食城也没有什么人，这是我的吗？这不是我的吧？那也不是，不是，等一下，好了，我会叫你们。要什么米线？要那个就在这里吃，那不还有多长时间？这姐太好生意了，等了10分钟。我是一会儿的西子米线好了。这是我的。上回吃的不好吃，这一回有花椒，有香菜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卫生，因为这个锅呢会褪色，怕会褪色，然后有蛋，我一个人是吃不完的，还有点鱼片，香菜，木耳，腐竹，金针菇，金针菇，还有一点这个什么呀？这个午餐肉啊，总而言之，里面是一锅炖，啥东西都有，乱七八糟，有些东西我都叫不出来，我一大堆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今天这道粉叫它少辣，但是辣的不行啊。吃饱了走了，他们很好生意的，尤其是大骨粉条啊，很多人喜欢。这位阿米果，你看吃的水都发光了，吃的我满头大汗。今天又要从这里出去了，因为又修电梯，从厕所边上啊，这里可以下来了。出来罗斯福大道，今天也是恶劣的天气啊，下大雨，幸好今天有带伞啊，要不然又给雨淋了。
不来这里巴黎面包店买咖啡。你们俩坐满了人了，休闲的，买一杯咖啡坐一天呢。哇，今天没啥人呢、啊。刚才以为里面很多人，不喝咖啡，戒掉一杯，明天再喝。这边之前有一家新加坡餐的关掉了，现在开了什么？哦，烧烤，变了烧烤啊，小串串啊。哇，下次有机会来这里吃一下脆骨杯啊，脆骨杯看到吗？这家也是刚开不久的吧，这家应该是韩式的吧。小酥肉招财猫，这家名叫黄功夫脆骨杯，醇香醇爽，真的要买来尝试一下。台北麻辣烫，出来还是下着雨啊，现在都下课了，街上很多人哦。各位好友都看到这里，请点个赞。如果没订阅的话，你就订阅一下，谢谢你哦。这里下午人非常多啊，等公交车的。这里免接中心啊，你看都是年轻人。哇，人多的，你看，恶劣天气。下雨天呢、啊。